入口走进来以后哈，在这个地方售票口哈，可以直接取票买票。那在售票口的这一侧有极光的这一面墙，它旁边有自动门的地方哈，稍后它会打开，半小时为一场啊。然后在它的柜台的后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后方哈，有这个很像夕阳的地方哈，那个地方走进去就是它的展厅位置。展厅一路走到最里面的地方，就可以到冰洞的入口处，从那边就可以体验。冰洞走完还可以再绕个圈，慢慢的往楼上去咯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人工冰洞，人工冰洞也蛮特别的。好啊，走在这一个人工冰洞啊，其实它是真的也蛮特别的。虽然说啊，这个短短的哦，不过它家家种种哦，也是有大概有，它是说有100公尺啊，但是我觉得就还好，反正在这地方好好的拍拍照啊，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景点。不过它真的是不大。珍珠楼的人工冰洞，其实也是真的冰河建造而成，从约40分钟车程的郊外 Better for you 冰河搬运过来的，所以依然显得特别透亮，也微微的透着蓝光。里面没有提供保暖羽绒衣物，要自己携带，建议可以自备戴手套、羽绒外套。快速走完不用2分钟，慢慢拍照大概待10分钟，在这也相较于湿滑的景区安全许多。这里还有一个哦，冰仪啊，因为上面有冷冻的一个玩具。离开冰洞后，是一系列的冰河生物以及冰河如何形成的影片。走到最顶楼，外部是观景台，可以看见雷克雅维克的全貌。市区最高的建筑物就是大教堂，别忘了来这拍张照哦。好 ，OK， 希望你喜欢我们这次的珍珠楼的新的体验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哟。